个保湿喷雾，然后我们底妆呢就稍微上的薄一点，完美，遮瑕。今天修容用一个液体的修容，找一把刷子蘸着来上，再提亮一下我们的泪沟。我们再用一个这样的腮红膏，是一个蜜桃木瓜色，眼皮上也可以来一点，用散粉稍微扫一下。今天我们画眉毛用到的是这三样产品，眉蜡、两支眉笔，先把眉毛梳一下，稍微用斜一点的边边这里就可以画出这种根一根的毛流感。我们眉头这里是向上画，到了眉中这里是斜着向眉峰的位置靠近，过了眉峰以后我们就可以向下这样画。眉蜡到我们的盖子上，再用另外一头的刷子蘸取眉蜡，用这个眉蜡来定型我们的眉毛。眼妆就直接用修容色来上，一个眼影笔加深一下上下眼尾，晕一下。就算是这种欧美妆容都不能放弃卧蚕，没有卧蚕就像鱼没了水。填补一下睫毛根部，眼尾的位置是这样，稍微上扬一点，做一个那种小猫眼的眼线。下睫毛根部也用这个眼线加重一下，再来涂点高光，让我们眼头再用一个珠光提亮，再来涂一个这样子自然的唇色，那就是很淡很淡的这种唇色，再叠涂一个镜面唇釉。